谢谢素残魂，感谢沈阳周杰伦。这个世界美味无穷。多吃点糖，很快就硬化了。猴子测试服被削了，啊？不会吧？谢谢邓秋先生，那英雄都做成那样了，还削呀？削啥呀？鸟人，一星五星，收两个兵。等六级我们再干他，前期我们是弟弟。刺你！打不溜你！略微猥琐一点，打不溜你！我们斩女神之泪。回血，我直接闪现贴他，兄弟，完了，我为了你呀，我闪现贴他，兄弟，这你都没跑了，你实在是有点对不起我，你为啥不交闪现呢？你咋不交闪呢？我就发现啊，我每回一有人帮我干课啊，那对面的打野100%都在，就无论是我们家干课还是我们家不干课，三级必上，要么就二级上，不三上就二上，我都给你三上优雅了。你在说什么？啊，这你都能死啊，兄弟！谢谢亮旭狂魔。哎呀，哎呀呀，真疼啊！打不了你，哎呀，哎呀，这鸟人是真烦呐。讨厌死了。出来还有30秒。还有30秒开奖啊。一个办卡就能参与我们最后的抽奖了，回点血吧。无尽的饥饿，我想这一个 W 就把后排兵全吃了。谢谢白野猪得肾结石，谢谢白野猪得肾结石和 Hoop 了。烦死了，这鸟人。
可太烦人了。崩了呀，我这兵线可是崩了呀，血崩啊，跟他拼呢、啊、拼个屁呀、啊、拼呢、啊、我就是个屁，你记住了啊，现在我们就是一个屁，他一崩我们就没了。本来我想好好的收波兵，他不要，难呢，只是亏了，崩了并不会。有些人明白，明白就好，慢慢玩吧。这螳螂就这样，关键不打近战呢，那不打近战，那鸟人可恶心了。怎么办呢？快让我扛一扛，该怎么办？我想升个六过去把他杀了，你们觉得呢？好像不行啊，他好像吸回来了呀，杀不了了。我隐身出去打不死。赵信要来了，你信哥要干哈呀？你有病是吧？我他妈给你治治，我治治你的病。小王八犊子，他怎么满血了呢？你玩不玩？你到底要干嘛？啊？硬杀我呀，也没一个人儿啊，你是来点人吧，碰上精神病了。还行，鸟人也死了，可以接受啊。37个兵，兵有点少啊。我看看这个鸡啊，这鸡有蛋没？有蛋。鸟人不见了，小心下路啊！没事，这把我们队友还是很猛的啊。即使我们031了，依然是12-12，这说明队友还不错啊。来，我们杀个鸡吧。
打他蛋。哎，这赵信可太不像个人了，给我砍死他。漂亮。我们这波上去可能很有可能会死啊。我有点打不过他。你要干啥呀？哦 ，A 不到哦，婉豪，给我杀了他，婉豪。没办法，咱有闪现，那怎么整？这波细一点就杀了，这波细一点也费劲，没关系。不瞒你们说，马上我就无敌了。这婉猴跑上路收兵去了，我收啥呀？婉猴别死了呀，婉猴。这波兵线咱不动啊，因为你动了这永恩会很难受的，直接让那鸡难受，知道吗？让那鸡难受。杀鸡，哎，再杀了鸟人，我套你猴，套你猴子，鸟人，鸟给你砍了。终于把鸟人杀了，不容易啊，兄弟们！大仇已报，快点再让我吃一层，漂亮！鸟人是吧？鸟人，鸟人，鸟人，嗯，赵信是吧？我给你个 W， 我接个 Q， 这怎么啊？哎呀，这么多人儿，西地海，你抱着锤石不行吗？这是不是死心眼儿啊？这板猴，心眼儿真死啊！畏惧虚空吧！我感觉我有点要无敌了。哎呦，可以！
这不全死了吗？我们过去掺一脚去啊，快点。啥吧妞，就是不给人头。算了，不杀了。哎，变蛋了！我掏你蛋！为啥他一下加血了呀？他蛋，哎，他蛋为啥一下加血了呀？哎，这个蛋为啥加血了呀？我那个 Q 一 Q 它加血了，为啥加血了？原因是什么呢 ？bug 了。他也没带加血呀，他也没带盾啊，他带个盾。哎，不是，那为啥他变蛋的时候可以用盾呢？锤石是真能勾啊，要我说你就别跟他秀了，走吧，不就完了吗？你今天要能不死啊，兄弟，我跟你说，你就是在我心目中最亮的崽儿。看来不太行啊，无敌了，开始杀人。这么痛吗？刚才卡屏 A 了，哎呀，不过这也属于正常现象吧，我们少了一个木印。还没到无敌那种程度，我突然发现我少了一个木印，少不少伤害，差一件木印。黑打，黑打为啥不打呀？哎，这永恩为啥不打呀？这永恩，他好没，他好怂啊！这你不上去打的兄弟，我操，你有红 buff 你不打？我们打人还是很痛的啊！呀，还有助攻呢！回家出木印。嗯，别急吧，要我说，这你们着啥急呢？哎，投！既然你们那么同意投降啊，这波团灭直接投了，咱也别磨叽，对不对？反正30-32，咱也劣势啊，劣俩人头，那就赶紧投。哎，我就搞不懂了，你说你他妈一死你就投，一死你就投，你到底
干哈呢？自己死了怎么的就非得要点投降？死了就不行啊，死了就是不行。看他有没有弹啊，投吧，直接投了，别玩了，真的真畜生。哎呦我操，真就有病了。